快走，地点过，大走快点耍。跟着台语歌曲翩翩起舞 ，Plus League 国王球星林书豪难得秀舞技，不是要宣传比赛，而是致力公益宣导健康。套上赶蛇舞健康的滤镜，林书豪跳舞逗趣赶皮蛇，宣导政府卫教资讯。而场上的林书豪也逐步恢复健康，本周他暌违超过一个月复出比赛。书豪，发球线附近出手，球弹进。这场复出之战，林书豪出赛12分钟小试身手，缴出6分3助攻。周末国王要再前往桃园客场对决领航员，林书豪的状况依旧是球迷的追逐焦点。领航员本周末星期六先跟国王交手，周日再对决勇士。原迷除了可以欣赏两场精彩好戏之外，主题周活动 TYP 情人也是有备而来。提前释出选手歌唱片段，领航员 TYP 情人 3.0 预计周日赛后举办招牌演唱会，将由李家康、张镇雅、林子伟、乔楚瑜还有白耀城等选手以及啦啦队成员在主场桃园巨蛋带来多首歌曲表演。民新闻综合报道。